头一次学的。学沟通，我们就是慢慢来，哦，要就是有要有耐心一点。然后，二胡是本来就是国乐器入门比较难一点的乐器，那其实它的难只是在习惯上的改变不同而已。只要慢慢的一步一步的，每天进步一点点，每个礼拜进步一点点，这样就好了。那音乐弄都会有这个松香粉的，我做了什么吼？把这摸饼干吼，找个布，就找一块干净的布擦一擦，拉完琴之后稍微擦一擦，那等卡卡做搞的时阵，你就七点行哦。